Li Yang and Wang Chi-Lin created history by winning Chinese Taipei's first ever Olympic medal in badminton. And to the absolute delight of the pair, it was the gold. Devastating power and astute skills from the world number three duo tilted the balance their way after a 34-minute battle of heavy hitting against China's Li Junhui and Liu Yuchen in the men's doubles final. 我觉得就很不可思议吧，毕竟我们当初原本第一场就输了，那也从出现困难的状态下，然后一步一步走来，那很谢谢搭档在一路都是可以互相扶持的状态，然后他也会鼓励我，当我们状态不好的时候，我们互相鼓励彼此，然后一步一步慢慢这样走来，那其实就很感谢学长在 2018年愿意推让我们一起搭配，然后也很谢谢搭档愿意在那时候选择愿意跟我搭配，那才有今天我们可以一起站上这个舞台的机会。我觉得首先我们今天最后站在这个舞台上非常不容易，然后在一路走来也付出了很多，然后感觉 这疫情期间，我们在努力的训练中一直在积极的备战吧，然后最后获得银牌，还是感觉有一些遗憾，但是希望下一次可以继续努力。其实，奥运延后一年算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契机，很大的机会吧，因为我们2019年才开始搭配，那 短短一年中，我们要把我们的默契跟所有技巧磨合到最好，其实是很难的。所以延后了这一年，算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机会。那我们在这一年中，就是想办法把我们的默契啊，把我们任何技巧想办法提升到更好。然后在今年年初泰国的时候，可能我们有很好的收获，也肯定了我们的训练，所以让我们可以在打奥运的时候更有信心。可是奥运 刚开始的时候，第一场我们对印度的时候就输掉。其实当时我们其实是蛮崩溃的，因为想说差不多了，那只想着说跟李阳讲说把剩下的比赛好好完成，但没想到可以谷底反弹，然后走到这一步，所以就真的很谢谢大家。 Malaysians Aaron Chia and So Woi Yik secured bronze with a come from behind victory over veterans Mahabad Hassan and Hendra Setiawan. 我觉得这个是肯定一个不可思议的东西吧，因为毕竟我们来这里也是没有想到会得牌，然后就是我们来这里的第一想法就是，做我们最好，把所有我们的东西都做到，那个是最重要啊，对。